生命在于运动，运动在于科学，科学运动请看全民健身指南。横板正手攻球技术，两脚平行站立，比肩略宽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屈膝收腹含胸，左手自然置于腹前，引拍时重心向右脚移，向身体后下方引拍，右肩随转，躯体同时转腰下沉，拍行前倾，握拍手的拇指和食指稍微用力握住球拍，挥拍击球时身体蹬转，重心由右脚向左脚转移，持拍手大臂向前上方挥拍，在高球期附近迎球收小臂，击中球的中上部，击球后持拍手随摆到左前上方，随后收臂还原重心，准备下板击球。